Even though my mother carried the burden of family, she always had a smile on her beautiful face and showed no sadness in her eyes. Every night, she would sew under the iron lamp light and tell us memorable stories. I can never forget her beautiful voice. I'm long time not see her. I'm so miss her. 哦，阿虎，这是我听过的最动人的作文了，太感人了。对不起，林蒂小姐，我太想阿妈了。我理解你的心情，阿虎，因为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阿虎，我没有想到你的进步会这么快，你的绘画和写作已经都不成问题了。我想你需要更进一步的学习。学什么？哦，当然是学习知识了。有了语言的钥匙，你就有了学习知识的能力，你会懂得更多。难道你不想吗？我想学，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学。没关系，我告诉你。来，坐吧。历史、天文、地理，我们要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比如说，最简单的，地球为什么是圆的？地球是圆的？是的。我们生活的地球是一个圆形的，这怎么可能？还没睡呢，阿虎。阿爸。干什么呢？我看月亮呢。哎，月亮有什么好看的？来，陪阿爸坐会儿。阿爸，我跟你说个新鲜事儿，你知不知道我们生活的大地其实是个球形？球形？嗯，这是谁胡说八道的？没胡说八道，是琳迪小姐告诉我的。她说，咱们生活这个地儿，如果一个人从这儿开始走，如果他有足够的时间，他还是能走回来的。瞎说瞎说啊！老祖宗说呀，天圆地方，那大地那肯定是个方的呀。林迪小姐说，这是一个叫麦哲伦的人发现的。麦什么？麦哲伦。如果这个大地是个圆的，那我问你，这下面住不住人啊？住啊。那还不得掉下去了？掉不下去。林迪小姐告诉我了。他说：“咱们这个大球啊，其实就像磁铁一样，能把咱们人啊、房子都能牢牢地吸住，掉不下去。”瞎说瞎说。我问你啊，这是林迪小姐说的，还是你晚上做梦梦到的呀？啊？您怎么不信我呀？要不您问问他也行，这都是 knowledge。好，阿虎啊。咱们今天晚上就先不闹励志了，早点睡，啊，明天还要早起呢。嗯，啊，睡吧。哎，阿爸，我想上学。上学？上什么学呀？就是上学堂啊。林迪小姐说了，我应该上学堂，念更多的书，然后学习更多的闹励志。您别在意，我就是随便说说，您别生气啊。不，阿虎，你想上学，说明你有上进心，阿爸高兴还来不及呢。真的？真的。想上学是好事啊，虽说咱们是做生意的，可家里有个读书人，那不是很体面的事吗？啊，哎，另外。阿虎要是能和洋人打成一片，那今后对他做生意可是有好处的。你要觉得好啊，就让他去吧。夫人，那边还剩八匹布，等于今天卖出了两匹。哦，好，知道了。哎，老爷回来了。林山。老爷，来。回来了。嗯。怎么样啊？跑了一大圈，所有的公立学校都不收华人子弟，说是
新颁布的那什么法律。为什么呀？还能为什么呀？不就是因为咱们是华人，看不起华人呗？阿爸，要不算了吧。阿华，别灰心啊，阿爸明天带着你，咱们接着找，一定能找到。真是搞不懂，咱们华人都得罪谁了？怎么连学堂都不让上呢？老爷，夫人，我听说有一种洋人办的私立学校，只要给钱就能上。对呀，哎，阿华，明天啊，阿爸带着你，咱们这回找私立学校。嗯。哎呀，这学校真是不错，没想到你们也会收中国学生。我们欢迎任何人来到这里学习，没有必要把中国人拒之门外。谢谢您，快谢谢校长。谢谢您。只不过这里的学费会比其他的学校高一些，因为它是私立寄宿学校。阿爸，学费比较高。阿虎，你先别着急，多少钱？每个学期需要600美金，一年是两个学期，那就是1200美金。啊，1200美金？是的，这还不包括日常生活的费用。我知道了，我考虑一下。谢谢。你可以考虑一下，你的孩子在这里会得到很好的教育。我明白。再见。再见。再见。1200美金，1美金和7钱银子，1200，差不多800两银子。阿爸，洋学堂我不上了。阿虎，你别灰心，阿爸再想想办法。阿爸，我真的不想上了。阿虎，怪阿爸无能，没钱送你上洋学堂。阿爸，您别这么说，是我不想上洋学堂了，我想留在家里打理店铺，把生意做大，做到全波士顿第一。阿爸答应你，等以后赚了大钱，阿爸一定送你上洋人的学堂念书。嗯，拜拜。Here you are. Thank you. What do you want, Mike? We have a lot of soup and some tea. Maybe some soup. Okay. We have a lot of pretty soup like the jiro and tofu. Okay.Oh, look at this silk. Oh, look at this. So nice. Oh, really? My wife likes it for sure. How much is it? Good try, sir. Just about $20 a meter.What? $20? So expensive. It's not made for gold. Hey, little man, more cheaper. Sorry, sir. It's from China, so a little expensive. But we have the cheaper this way. Are you kidding? You think we have no money? We just want this for $10. No, no, no. I don't mean. But no way, sir. If you don't sell us for $10, we will take it for free. No way! No way! Get it! 王虎少爷阿虎少爷，哎，少爷，少爷，怎么了？少爷，你没事吧？少爷，哎，少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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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凭什么打我？哎，少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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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是些不要命的人啊！阿虎，阿虎还不趁眼前贵，大强，赶紧让他把东西拿走！走走 ，Give me, give me, you can go， 行了吧 ？You can go， 咱们忍吧 ，Please, please， 忍了。还不趁眼前贵啊！不跟这帮畜生们一般见识！阿虎，疼不疼啊？都怪阿爸，阿爸要早点来，你就不会挨打了。阿虎，阿虎，阿虎，阿虎。
阿虎，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倔？你刚才为什么逃往那两个屋来？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这是在美国，不是在咱们文昌。出门在外，千万不能意气用事。要是得罪了他们，那我们今后还怎么在波士顿待下去？是不是？那我们以后只能做缩头乌龟了。谁让咱们是生意人呢？我做不到。行了，你现在在气头上，改日阿爸好好教你啊。疼吗？走，回家。阿妈早做好饭了，就等着咱们呢。走。哎，阿虎啊，你的那俩朋友不是一直约你去哈特福德玩吗？你最近也忙坏了，不如去哈特福德散散心。可店里这么忙。嗨，生意哪有忙完的时候啊？啊，去吧，好好玩玩。嗯。谢什么？太窝囊了，那个洋人不知道有多可恶，我阿爸就一个劲儿的点头哈腰，实在太可气了。啊，一提到这个话题我就生气。我们华人，不管走到什么地方，都一副畏首畏尾的奴才相。见了洋人，我们自己先矮三分，怎么能不被别人欺负呢？可我不明白啊，咱们华人到底哪儿不好啊？一不偷，二不抢。做事还肯卖力气，怎么到人家洋人那儿永远比人家低一等呢？我告诉你，这个就叫弱国无外交。什么叫弱国无外交啊？就是两国相交，弱势的一方根本就没有说话的份儿，只能乖乖的俯首称臣。那他们凭什么呀？就凭人家有坚船利炮，有火车电报。你想想，我们大清有什么呀？一打仗就输，输了就得割地赔款，我们呀是被人打怕了。那咱们就永无翻身之日了？有啊，那朝廷不就把我们这些人送来留学了吗？为的呀就是要师夷长技以制夷。什么叫师夷长技以制夷啊？意思就是说用洋人的技术来对付他们洋人。王大人，这里的景色果然宜人呐、啊，枝繁叶茂，空气清新啊。吴大人，今天难得一闲，得好好欣赏一下这郊外的美景啊。啊，那是。那不就是荣奎吗？跑到这儿来，他已经帅了。他把辫子给剪了。早就剪了，上回你看见那个是假的。辫子也能剪？嗨，这有什么稀奇的，只要别让大人们看见就行。剪辫子的何止他一人。哎呀，阿虎你干嘛呀？阿虎，我们这个是真的。哎呀，吴大人来了。要是让吴大人看见，荣奎不就麻烦大了吗？哎，荣奎！哎呀，怎么办？哎，你要干嘛？学生给大人们请安。都起来吧。谢大人。这个学童很是眼生啊，我见过吗？回大人，他是当地的侨民，过来玩耍的，不是学童。啊，
刚才我在树林里看到了一对男女，你们可曾相识啊？回大人，我们也看到了，那是一对洋人，与我们毫不相干。要远离那些不拘礼节的洋人。是，学生记下了。今天有这么好的天气，随意吧。啊，大人慢走。好险啊！要不是你们，吴大人不知道要怎么惩罚我呢。偷心的猫难道还怕惩罚？今天啊，幸亏有阿虎，否则你可就麻烦大了。大恩要谢，走，我请你们喝咖啡。好，喝咖啡去。你是该请。怎么样，这家店的咖啡味道还不错吧？嗯，挺纯正的。阿虎，好喝吧？我还是觉得茶好喝。茶淡而无味，哪有咖啡味道浓烈？等你习惯了，就怕你离不开了。他可不会，他整天在茶叶铺里熏着，早就不习惯其他味道了。哎，那是不是星桥啊？哎，真是。哎，星桥，星桥这儿。星桥，星桥，哎，过来，这儿呢。来，来，坐。你也出来逛逛。哪有闲心逛？哎，我刚从夜局出来，快憋死我了。怎么了？又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石进庸要被遣返回国了。石进庸，你还不给我跪下？众生平等，为何要跪？胡说八道！你眼里还有没有纲纪国法？还懂不懂得孝悌尊卑？人与人之间不分尊卑，皇帝与庶民只不过职责不同，并非人格有别。大逆不道！大逆不道！你好，我也懒得跟你费口舌，从现在开始闭门思过，三天之后遣返回国。自甘堕落，自毁前程。哼！你怎么那么不当心，让那个吴子登看见了？他们真的要把你送回国吗？哎，要不让我族叔给你说说情？哎，对对对，荣大人一定会有办法的。不行，不能让荣大人明目张胆地为他说情吧。头上的辫子没了，这回是罪证确凿，任谁说情也不管用。这个吴子登摆明就是要杀鸡给猴看。我死也不回去，我恨死了那个腐朽的朝廷。那就逃啊。哎，说的容易，逃出去怎么生活呀？就是啊，咱们离开了朝廷的学资，身无分文，简直是寸步难行啊。我可以卖苦力赚钱啊。你手无缚鸡之力，又没有身份，还想养活自己，我看是痴心妄想。那是后话了，至少先得离开这里，帮他找个落脚的地方，不然吴大人一指令下马上就被送回国了。嗯，有道理。要不先去我家住几天？不行不行，几天有什么用？再说你家大人也不一定同意呢。我看未尝不可，等我族兄回来了，说不定就有办法了。嗯，就这么办吧，就先让锦庸住在阿虎家，只是不知道会不会给阿虎家添麻烦。不会不会，阿爸人可好了，不会添什么麻烦的。来，阿虎，那以后就麻烦这位小兄弟了。阿虎少爷，阿帆叔，阿虎少爷，你怎么才回来呀？他是？哦，他叫石锦庸，是我的好朋友。他来波士顿有点事儿，我让他在咱家暂住几天。哦，来，
来，请进，啊、谢谢阿三叔。哎，进屋吧。阿爸，我回来了。回来了。哎呀，回来了。史大哥，这是我阿爸，这是我阿妈。宋阿伯好，宋神伯好。你好，阿虎啊，这位是？他叫史锦庸，是咱们大清国的官学生。官学生？那？啊，他来波士顿有点事儿，我想让他在我们家住一天。对不起啊，阿爸，我还没征得您的同意，我就先答应了。啊，没关系，这倒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随便住，随便住。啊，谢谢宋阿伯。哎，不谢。没吃饭呢吧？我肚子都快饿扁了。那快上桌。来来来，一起一起哈。我再去炒两个菜。啊，不用麻烦了，沈墨。不麻烦，来来来，快坐吧。坐坐坐，石大哥，坐那。你说那个官学生跑到波士顿来，到底要办什么事儿？也许是会朋友吧。那他来找阿虎干什么呀？还住到咱们家里？天都这么晚了，你让他去哪儿啊？那他为什么要连夜赶来波士顿啊？还这么匆匆忙忙的？我总觉得有什么事情。你就是多疑，我看他还是个孩子。能有什么事儿？孩子，那我问你，他怎么把辫子给剪了？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看看你自己，不是也剪了辫子？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个生意人，在美国这么多年了，早有了自己的一份家业。可他们是官派的留学生，早晚是要回到中国为朝廷做事情的。这辫子也不能说剪就剪啊。哎，那你说这中国人跟美国人有什么不同啊？咱们的老祖宗不一样，人家为什么看不起我们？不知道。因为制度。制度？对。那跟剪辫子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啊！哎，你说说你这辫子为什么不能剪？不就是因为它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吗？凡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一个都不能动。这就是咱大清国为什么现在那么落后的原因。人家美国提倡什么？提倡人人平等。什么是人人平等？就是谁说了对，咱就听谁的。哪怕是总统，他要是做错了事，照样让他下台。所以国家才能越来越强盛。嗯，你再看看咱大清国，成天对着皇帝磕头三呼万岁，皇帝说啥咱就听啥。你皇帝他放个屁都是香的，你说这样国家？糟了。啊！怎么了？出大事了！怎么了？果不其然呐，这个史锦庸来者不善。他不是官学生吗？我刚才听他跟阿虎说的那些话，全都是大逆不道，不能把这样的祸害留在家里。想干什么呀？你那些知识都是从学堂里学的？有些是学来的，还有些是自己悟出来的。你应该多读读书。这样，你会明白更多更深的道理。昨天，是你们四个跟史锦庸在一起的吧？啊？回禀大人，我们在一起玩耍不假，可后来我们就走了，以后的事情我们一概不知。你们前脚刚走，后脚史锦庸就不见了，真巧啊！啊？大人，这真不干我们的事儿。是啊，大人，史锦庸什么都没跟我们说过。自从他进了大学，我们就与他甚少见面。不如您去学校里问问他，比在这里审我们强多了。放肆！吴大人，有人前来通报，说知道史锦庸的下落。你平时挺用功啊。
你们用过吗？就在里边。这里有后门吗？啊，有，在那边。啊？怎么了？是夜局的人，我得走。如果有什么问题，就问你们大人。是不是你找他们来的？阿爸是为你好。你怎么能这样呢？听着，以后这件事不许再插手。阿爸，不许你再跟这些官学生来往。他们满嘴都是大逆不道的鬼话，全是跟洋人学的。快回去，快回去。宋先生，多谢了。哪里哪里，吴大人言重了。石大哥，你保重。回去。你险些给咱们家酿成了大祸，说，知不知错？史大哥是好人，他是朝廷要抓的人，你要帮了他，你不成帮凶了吗？他犯什么错了？他大逆不道，不就是剪了辫子吗？剪辫子就等于背叛祖宗。那您干嘛还来这洋人的地盘上做生意？干嘛不守着老祖宗过一辈子穷日子？好啊，火，翅膀长硬了。敢跟你阿爸顶嘴啊！这肯定是那些官学生教的。好在当时没送你上洋学堂，你洋人的书念不得。反正我想不通。想不通你就跪着，跪到你想通为止。明山，明山，阿虎，你就听你阿爸一回，好不好啊？是我阿爸不讲理，我没必要认错。这个孩子。你这脾气怎么这么犟啊？你明知道他脾气倔，你还让他罚跪，我看你这回怎么收场。妇道人家，你懂什么？阿虎少爷，少爷，给老爷认个错吧，你就别再犟了。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没事认错干嘛？难道还让老爷给你认错不成？要我说这事儿啊，你也有不对的地方。那个石进庸，他再不好，那过几天他就走了，犯不着你去当这个恶人吗？哎呀，你好糊涂啊！阿虎要是交了这种朋友，会贻害无穷的。咱们就一个阿虎，只要他能平平安安的，就比什么都好。别的我一概不管。你不管我要管，我是他的阿爸，我不能看着我的儿子走弯路。他让人带走史大哥，就是他的错。老爷也是为了你好。
少爷，醒醒，回屋睡去。阿祥哥，来，回屋睡啊。哎，这怎么回事？老爷吩咐的。为什么呀？老爷还不是心疼你，他只是嘴上硬，在别人面前啊，给他个台阶下，做晚辈啊，低低头，你看行不行？嗯。好，来，回屋睡了。阿爸，老爷，你这孩子，快，阿强，扶他回屋睡觉，快。哎，走吧，没事吧？没事。哎，小心点啊。来。先生，您要点什么呀？哎，你好，我不买东西，请问哪位是阿虎？就是我。有位姓牛的先生让我给你带的字条，他说他在路口花园等你呢。哦。阿祥哥，我出去一下。好。哎，走了。好，就在前面。几位小先生，你们要找的人带过来了。牛大哥，温大哥。来，给。啊，谢谢啊。史大哥呢？你还好意思问？被遣送回国了。朝廷会怎么处置他？会夺去功名，降为庶民。这倒没什么，关键是会连累他的家人。和他的族人。我就是想让史大哥在我们家躲两天，我想让他逃过这一劫，可谁知是不是你阿爸告的密？太可恨了，你阿爸怎么是这种人？对不起。哎，行了啊，事情都清楚了，这事不怪你。哎，别难过了，坐下。阿虎，自从石景庸这件事发生以后，业局对我们管的是越来越严了，以后我们想出来找你没那么方便了。其实朝廷对我们这些留学生早就存有异议，今天这个局面也是必然的。你们不是朝廷派出来的吗？听我叔叔说，早在咱们出来之前就有很多大臣反对，只有李鸿章和曾国藩两位大人力压群议，才最终促成此事。可如今又出了石景庸这事，那帮大臣们肯定趁机小题大做。里面最可恶的就是那个吴子登，他隔三差五就向朝廷告我们的状，隶属我们的种种过错。原先荣大人在局里的时候还好些，可偏偏荣大人又被调去了华盛顿。这个吴子登现在仅仅是个学监就如此狠毒，以后要真当上了下一任的监督，我们的苦日子还在后头呢。真没想到你们的日子竟会如此艰难。这姑娘十五了，也是广东人，她家是开餐馆的。这姑娘啊，不仅人长得周正，而且心灵手巧。是不错，你家阿虎一表人才，有好几家人都已经跟我探过口风了，想把女儿嫁到你们家，我自然是挑最好的介绍给阿虎了。阿虎这孩子还小，是不是太早了点儿？不早，波士顿的华人本来就不多，等来等去，好的姑娘都嫁了，你和明山不是还急着要孙子吗？这孩子脾气犟得很，我看他现在还没这心思呢。那就先定亲嘛，等过两年再让他们圆房。嗯，也是。老大，最近好多商行都被人抢了，我们的处境啊是越来越难了。这波士顿呢，可不能变成第二个旧金山呐。如果那样的话，我们还不如早早关门大吉，卷铺盖回家算了。这样，我们至少还能留条命。
哎，就是嘛！现在洋人太不像话了。是，之前这是买东西不付钱，现在进店就抢，动辄还打人。哎呀，幸亏咱们是在东边啊，否则连身家性命都难保。东边，现在东岸也不太平了。不管我们华人走到哪儿，都要受欺负呀。搞得我们连活路都没有。哎，这日子怎么过呀？哎，钟馗。 你不会记错吧？不会，就在那边。上次我去过。走走。先生，您还没给钱呢，先生。哎，放开！先生，那臭豆腐是您自己点的，我提醒过您，您非得点。你们这些中国人，什么肮脏东西都吃，住手！太恶心了。可您点了却应该付钱。请你不要这样侮辱别人。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是一样的。你说出这样的话，应该感到羞愧。真无耻！你应该向他道歉。 你们认为我应该向他道歉？你们是谁啊？我们是中国人，官派留学生。听明白了吗？中国人，我们现在就可以通知大使馆来处理此事。我们去告他。好吧，对不起，你还没给钱啊？谢谢各位小爷。 谢谢各位小爷，不用谢，不信，走吧。谢谢。走。阿虎呢？哦，少爷和一个朋友出去了。朋友？对。什么人？不认识。去多久了？有一个时辰了。阿三呢？到后边去点货了。阿三，老爷，你跟阿祥，你们俩赶紧把一些货呀卸下来。 放回库里。哎，好，快点，知道。阿爸，你去哪儿了？哦，我去找两个朋友了。是那两个官学生吧？好长时间不见了，叙叙旧。哎，阿爸，为什么把货往下卸呀？ 最近啊，这城里头闹得厉害，有抢无杀的，咱们得避避风险。我也听说了，旧金山那边闹得沸沸扬扬的，好像死了不少咱们同胞呢。最近这一段时间，千万别往外跑啊，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嗯，知道了。 加点水。啊，阿虎最近总是心神不定的，这孩子呀，越来越让人琢磨不透啊。孩子大了，难免有点小心思。哎，今天啊，又去找那几个官学生了。照这样下去，阿虎非被他们带坏了不可。跟你商量个事儿。什么事儿啊？ 今天啊，有人来给阿虎提亲了。提亲？女孩子的相片我看了，很不错的。是吗？可是太早了吧？可以先过门，晚两年再圆房嘛。这波士顿的华人就这么多，咱们得早做打算才是。啊，是啊。 不知道阿虎愿意不愿意啊？他说我们来租一可大了。一成了亲，阿虎的身边啊，时时有人规劝着，这性子自然会收敛不少。那你的意思是，成了亲就能把阿虎的心思拴住？就是。这倒真是个办法哈。阿爸，怎么了？你最近怎么老是心事重重的呀？没有啊。还说没有？我一进门就看见你坐这发呆。哦。好了好了，你不想说啊，阿爸也不问了啊。
跟你商量件事。阿虎啊，这些年阿爸的身体呢确实有些支撑不住了，好在你也长大了，咱们这个家，咱们的商号可都全靠你了。我明白了，阿爸。阿爸这辈子没别的什么指望，就希望你早日成家立业，希望咱们家后继有人，这样阿爸就心满意足了。阿爸，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